梦到长辈去世是什么意思？梦见长辈去世意味着你不必再为生活烦恼，你的身体很健康。打算出门的人梦见长辈去世，若是夏季则会遇到阻碍，要慎防水火之灾。准备考试的人梦见长辈去世，意味着你的求学之路很坎坷，只要有信心就渴望被录取。怀有身孕的人梦见长辈去世，可能预示你会生一个男宝宝。创业的人梦见长辈去世，可能表示最近你的吉凶参半，有得有失。谈婚论嫁的人梦见长辈去世，可能说明必须有媒人之力才可以成婚。